边年你又话你冇睇啊？啊，唔系我而家、啊，我而家系夏天。啊，系啊。但我觉得咧，我觉得咧，嗱，佢一追做埋呢两个礼拜完噶啦，其实。哎，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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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下挨系啦，挨翻挨埋呢两个礼拜咁样啊，咁就因为咧。我睇翻佢嘅時間表先。我咧，即系我冇睇，即系我有時開住嘅，我唔係睇曬咁樣。即系我有，我覺得佢仲衰過九啊九強，即系仲悶過九啊九強嘅時候。我係啊，我覺得因為兩個本件 OK 啲咯。係啊係啊，因為大部分人嘅佢哋夾埋做一隊咧，佢哋唔夾啊。哦，佢哋唔夾，我覺得佢哋唔夾咯，好多都係。咁系咪导师嘅问题啊？我唔敢讲，因为我又睇唔到话佢哋个即系以个导师，其实真正可以帮到佢哋啲乜嘢咯。其实应该系话，我觉得系冇啊。系啊，我觉得佢哋个佢哋话导师，我觉得更似一个监制咯。只不过系，可能系稍为阿陈建安可能会有多啲帮助咯，对佢哋。吓、啊，其余你话陈雷同埋阿 Rosa 咧 ，Rosa 都应该有啦，佢都应该佢对啊，但系佢方文阿飞峰嘅陈雷咩？即系佢应该对于舞台上面嗰啲 performance 咁 ，Rosa 都应该冇。但系佢节目佢就冇点样交代到佢有啲咩舞台上面嘅技巧传授俾佢哋咯。系啊，系啊，佢更似系一个，只不过系监住佢哋，你哋又知道可以点样好啲咁样咯，纯粹讲自己感受咯，佢哋系啊，系啊，嗱，当然啦，嗱，我哋睇节目系咁样，佢哋实质上系咪咁，我唔知啊，但系佢剪出嚟俾我睇，我就觉得就好似呢四个导师就冇乜帮助咯，反而我早几日我睇嗰个啊 ，CEO Star 嗰、那个仲有一个嗰、那个叫咩话？嗰、那个叫做梁超峰啊嘛。超峰系啊，超峰。反而我睇得到佢哋同嗰班参赛者嘅交流，我觉得反而对班参赛者帮助仲大啲添。嗯，啊，咁样。咁啊，好啦，因为今日咧啱啱咧就诞生咗三十强啦，吓咁亦都再抽咗几个啦，咁样吓咁、啊、而抽嗰几个我都觉得系应该系你啦，唔系你系边个啫，即系有嗰种感觉啦，吓咁样。咁事实上系真系仲有好多好未系好十分之合格嘅，系啊，十分之合格嘅表演咯，嘅表演者啦，应该系话参赛者啦，吓啊，譬如好似你话黄峰，佢跳舞好睇啦，嗯，佢啱啱都系，我都系去到啱啱嗰一轮，啱啱呢一 round， 我先睇到，哦 ，OK， 原来哦，你唱歌原来都 OK 咋 ，OK 咋 ，OK 噶，咁样吓，咁、啊、不如嗱，我哋而家咁啊。嗱 ，Billy， 你冇睇过嗱，我而家再俾少时间你睇下先吓。咁啊，西马哥，我哋揀十强啦，好嘛？咩揀啊？而家揀啦，写低佢先啦。我嗱，我而家嗱，我准备啦，你我攞支笔先，你攞支笔抹低先。写低啊，我都写低，等做手脚。啊，唔系你讲啊，你讲啊，我会帮你 mark 嘅，依家你讲啊，嗱。嗱，逐个睇，阿 Sam 哥，你逐个睇，你系啊，我因为有啲我唔知佢做过啲乜嘢啊，最惨就错啊！你有冇睇啊？你大佬，我一样冇睇啊！你 Snoopy 呢啲我唔记得佢做过啲乜嘅啦。梁 K K 话 Snoopy 系大马噶，咩黄蜂尾后针，好老土啊！你记得个古人心啦。呢份系咪即系揸吊臂嗰、那个系嘛系嘛咩揸吊臂啊？哦，佢女朋友自杀嗰、那个呢、這个我知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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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难谂喎啊！我等我抹低先。咩咯？hip hop 仔咯，零六咯，呢个比较易啲。喂，我都认得零六零二。啊，今日再落啊！好，再落
零九呢个记唔记得佢？佢跳舞好劲嘅，佢系好丰富嘅演出经验。佢喺佢有跳百老汇嘅。中性打爆我啊！用呀呀呀呀呀呀！呢个先，我纯粹睇样啊！戴家夫系第一个参赛者，佢系喺复活区坐咗最耐嘅一个。咁啊，飞啦呢扎，飞啦！都系记得十个系嘛？系咪十个？系啊，拣十个啊！我记得有个肥仔唱歌几好听噶，系嘛？系我嗰个已经俾人筛走咗啦。吓、啊，点解？哦，呢、這个似温哥廿三号似啱已经封咗啦。咦、yeah. 欸？呢、這个世界1999咯，99系啊 ，Vivian 个男朋友嘛，系嘛？系啊，系啊，系啊。T 苏咯，我认得佢 T 苏35啊。系二三四，你喺节目买六合彩啊！我碌先，你老尾系啊！你攞嚟碌下啦吓，咁、啊、样我都凭我记忆啦。嗱、啊，譬如呢个三号系嚟自马来西亚嘅，佢 so call 其实都算系一个歌手嚟噶啦。佢唔系明星嚟嘅咩？呢、這个？系啊，佢首歌都叫做系噶啦吓，所以我有几个咧，我记得佢系唔系香港嘅吓、啊，但系其实佢中文唔好，我觉得都有可能会窒碍到佢嘅发展嘅，但系我又觉得佢嘅表现系几好嘅啊。咁14号阿挺，15号宇轩，嗱呢啲就系好面目模糊，令到我我竟然唔记得到个种。阿挺应该就系跳嗰、那个跳，我记得佢第一 round 跳星星舞系咪就系嗰个咧？星星舞好似系佢啊，好难拣、啊、大佬。唉，好，我中意阿 Ash， 我拣埋呢个男人阿 Ash 先。你得睇样算啦，你。唔系男人睇样好难睇啊，大佬，我唔中意嗰啲咧。我唔中意嗰啲咧，系啦，跟住去到中间啦，吓呢啲唔知佢做过啲咩，嗱阿 Kim 就系话佢样好似阿 Paul 嗰个啊嘛，系嘛，冇半钟我讲紧，系啊，似阿大湾仔，似大湾仔真系惨啊，吓 Anson 系啱啱，我呢个哦，咧就我好捻憎佢嘅，我记得啦，我好捻憎佢嘅，因为佢喊啊嘛，好捻憎佢添啊，系啊，喊啊，喊嗰个啊，屌你乜飞啊！呢、這个哦对唔住啊，喊咪唔会拣啊。欧云佢又系唔识中文，又系难搞啊。嚟啦，嗱，28号、32号，你又系对佢哋嘅印象？黄峰系大热门嚟噶。话系啦，当时哦，咁我都投黄峰先。哦，反正我投爬二嚟咩？反正吓、啊，我啲投我未赢过嗰啲投票，我连 I P show 都输埋。吓、啊、，I P 送冇嗰次，最后改咗阿 D 都输第三。哦，咁嗰次你系贴唔到个冠军啫，系我贴唔到个冠军，我都贴唔到冠军嘅，我贴唔到冠军，大佬我咩票都输啊，大佬。我拣乐乐啊，53啊，我认得佢啊。诶、哦欸，我都有拣53。喂，你拣咗三个啫喎 ，Simon 哥。喂，我拣，喂，我讲先得唔得？我讲先得唔得？好啊，嚟啊，你嚟啊，我拣晒啦，我一号系一号黄峰，二号 Nelvin， 跟住仲系有三号 Sloppy 啊，哦 Sloppy， 系啊 Sloppy， 同埋九号系一个窿身拣，九号系35。跟住就去到35 T 苏喺大热，我睇嚟 T 苏系我哋嘅。跟住35有52、53 阿 S 系啦，嚟自马来西亚嘅。咁啊，乐乐就系香港剩翻嚟嘅肥仔啦。82同埋99。哇！呢行咁啊系呢行都系。82系啦，香港嘅另一个肥仔系啦，就系去咗澳洲 busking 嗰个系啊系啊，我又拣82。82同埋几多啊？99。99 ，OK。因为佢系 Vivian 个男朋友。男朋友好啊，
好似都劲咁啊，跳舞好似系嘛？系啊，佢跳舞劲。诶，同埋咩？佢排舞啊，佢自己嗰次咪京柯次秦王定咩啊 ？Beatbox 嘅零系啊，我记得 Beatbox 嘅起源，起源系。系，好似都劲喎！我但我拣埋啲同阿 Billy 撞嘅，系咪先？我而家我嗱，我心目中拣得。J.K. 话黄蜂个人好假喎，哎呀，我哋都系真假啊！嚟嘅比赛嚟嘅，人品唔系个人，个人好捻，我量 K.K. 哦，个人好捻假，人品唔喺我哋考虑之列，系啊，系啊。因为我真的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啊，咁样啊，我学大家噶咋，我学大家啊，选议员都唔使要人品咯，选明星就得啦，啱啊啱啊，喂咩啊，黐线啊，班黄师选议员就系选人品啊，屌你，选人品唔会选人品就唔使听阿边个讲啦，系我就快要停讲啦，选人品就唔会投花边啦，屌你，咪咯。咁样，咦？我觉得我会输喎，我揀呢啲，我即系我睇多次先、啊、因为你真系，我而家你 okay, okay 你又系咁样，又要再讲多次，你投票就投佢哋中意嗰啲，唔系投佢俾你赢嗰啲嘛？唔系、啊、我讲咗十年啦，屌啊！我应该再揀翻一啲我有印象系好睇嘅先。我一系拣印象，哎呀而家，唔系我通常我记咧，我系记得啲好捻憎嗰啲咯，即系我七廿四嗰啲我好捻唔中意噶啦。唔系你份人都几七廿四大佬，我份人四哦阿生哦 OK， 好捻柒就我都系，系咪喊都好捻假嘅，点摆都唔笨。阿亮 KK 话你哋又啱啊，咩你讲咩先？我哋好多嘢都啱噶，其中一样啦。我哋今次系选明星，唔系选人品。我想问下六廿九号嗰条友想点？六廿九号，哎，我谂住拣佢喎。唔系你做咩去拆眉拆眼咁样嘅？唔系佢样真系好閪啊，因为佢样真系好閪啊。咦喂 ，Billy， 你 up 多次，你拣咗咩？点解我呢度得翻？点解你呢度得翻九个嘅？你讲多次，你咁样十咯。零一零二零三零九零三零九三五五廿二五廿三八二加九得九个啫，兄弟，我拣得咩零？零一零二零六零零三零六零九啊，零六啊，你有屌你后先肯定冇讲零六啊，系咩？系啊，即系你自己 mark 漏咗，话我冇讲过，屌你，佢真系冇我头。我头先讲话得 send 埋一个揀咗零六咋。哦咁我而家讲返俾你听囉。而家咪讲返俾你听。咁系你讲漏啦嘛。咁而家讲返咪得囉冇事呀、啊。系你讲漏嘛。你唔好咁恶啊。你知唔知你唔好而家唔好咁恶啊。你而家咁恶一阵又俾人攞刀斩啊而家啲人。一言不合就斩人。九零九蚊。九劲人嚟嘅喎，零二零二，我零二嗰个都麻麻地，啊得啦，拣咗十个啦，诶，讲嚟听下，终于都十个，诶零一啦，好零一一，跟住零六，我啊零六，哎你唔拣是 Lucky， 啊我唔捻住佢个名啊，同埋我对佢冇印象，系啊我都冇拣。有印象啊，跟住32，哇，呢扎全飞啊，吓、啊、全飞，好，全飞32，亨仔，大只仔，亨仔，系，我记得佢唱歌好听，35啊，死啦，你记得佢唱歌好听，我唔记得佢有唱过歌添，大镬啦，35，跟住咧，41。四十一，系跟住就睇下先，五廿三，五廿三，落落肥仔，诶、欸，同我一样喎、啊，简单晒，我简单晒肥仔全部都，点解咧？吓、啊、又印象啲啦，哦，七廿九，啊六廿九，六廿九，六廿九，都系咯，
六啊九，哦，系啊，样衰呢个，衰衰嗰个，你拣贼嘅定系？系啊，拣啲样衰定七啊九跟住，系，哦，跟住就七十九加嘅，喂，睇佢只手上点啊？乜喺正正咯，正啊！八十二，八十二，同埋我初时咧见到呢个人咧，我望一望佢个名咧，仲有一个佢叫，我初时话叫八十二号咧 ，Mike Chang， 我都叫 Mike Chang，Mike Chang， 跟住九十九系咪最后？十个。最后九十九，好，系十个啦嘛，系嘛，系十个啦，啱数啦，啊，咁我都讲下我拣咗边个啦，我又拣咗一号、二号，你个个都拣一号，唔好玩啦，不如我飞走一号啦，哇，都话你要拣个你中，拣自己中意噶咯，屌你咩？我你第一我拣个黄丝，你系拣个蓝丝咁，屌啦，我唔中意佢噶，只不过黐线噶，咁你咪唔好拣佢咯，做咩？唔系，咁你唔系唔中意佢，你就唔好拣佢。唔系因为我拣咗而你唔拣啊嘛！屌你老味，你点啊？你做好你嘅公民教育未啊？我系增加刺激度嘅，纯粹系，我系节目效果啊！哎，咁都得，所以啊都得啊，咁啊得，咁唔怪得，所以唔怪之，戴耀廷嗰个咩雷动计划嘅时候，搞到何君尧入咗立法会啦，都系增加节目效果，都系增加节目效果。系何君尧有节目效果啊嘛？屌你，咁你补多个啦，新华哥。我嘢啦，唔补啊，费事搞咁多嘢。屌你老味，又用你呢啲人，你呢啲人系咪？呢人系咪白马高凡？爆咩？又要拗啊！我跟住我拣咗九号啊！我真系好中意睇呢个人跳舞，但其实我都知道，我觉得佢系。到最尾系，净系得一招啊！我觉得佢系啊，系啊，十三号泰格夫，我由头到尾我都好喜欢佢啊。嗯，咁啊，呢、這个跟住就系十，咦？点解我十系啦？十三，跟住就到十九啦。啊 ，Victory， 我都马来西亚嘅，系啦，马来西亚嘅，琴日嗰我都中意佢唱歌，我都白嘅马来西亚咁样啊。竹星仔嚟啊，佢都好似系类似嗰啲，系啦。跟住廿一号 Anson， 我揀咗呢一个。哇！你揀埋啲撚屌嘅，系啦。跟住 T So， 我揀咗 T So， 同阿希啦。啊 ，T So 同阿希，跟住啊，我又都笃咗，系啦 ，Jason Lui，Jason， 其实我唔应该揀 Jason Lui， 我谂下谂下，我都觉得佢会输。Jason Kwan。最新女，佢除咗打鼓，打鼓之外，佢真系冇乜事处。跟住我都系拣咗九啊九嘅，吓，唔系，即系我觉得证明就系、是、嗱，譬如九啊九嘅表演，嘅表现，我系好深印象啦。啊，系啊，我到而家都记得啊，第一次嗰个表演。一号黄蜂其实虽即加上佢有新闻啦，起码系最近有新闻啦。咩新闻？黄蜂。佢话佢有一组有一个 dance battle， 佢煽勾咗对面组一个人。佢话原本夹咗个嘢，佢冇跳出嚟啊嘛。哦，咁系嗰个组嘅人蠢啫。系啊，咁都信咪咯，唔够屌系嘛啊！即系佢话佢会入去，佢会否决财政预算案，你又信？咪咯，佢会踢咗波王党，你又信我？系咪佢踢咗波王党，你又信我？啊咁样，即系突然间将自己嘅不满发泄晒出嚟，即系对于大家过去对于投票嘅不满系嘛？系啊，咁好啊，我哋又即管拭目以待，我哋睇下嚟紧过埋星期五就会诞生二十强，我哋又睇下到时我哋嘅结果会系点啊？咁样，玩下呢啲都好嘛，吓、啊，各位听众又有啲咩，观众有啲咩心水嘅，你都可以啊，话俾我听，睇下系啦，睇下大家估唔估得中嘅咁。系，估中嗰个，我送嗰张海报俾佢哋咪得咯。冇啦，冇啦，你要送，你留翻俾陈浩然啦，你帮我。你系浩然系咪要啊？佢中意啊，系啊，佢一定要啊。哦，咁你我谂下，我谂下，第时点帮佢攞啦。系啊，我仲有好多 fact 嗰啲嘢去应用啊，呢啲
啊、你唔要嘅就攞出嚟啦。我好多嘢唔要啊，掉晒俾佢。系啊，你掉晒我公司啦，屌！阿先，阿先 ，Super 拣 Number Six 喎 ，Number Six 喎 ，Number Six，Number Six 即系 Taco 啊 ，Taco 啊，好仔吓，冇拣 Hip Hop 仔啊？嗯？咩仔啊？都冇拣 Hip Hop 仔啊 ？Hip Hop 仔 Taco 系啊，我冇拣啊，我冇拣啊。我觉得佢就算唔喺呢度，我都觉得佢可以，佢行出去都做到嘅。我觉得喺呢度，我觉得喺呢度做唔到佢想做嘅嘢嘅，应该。就算佢赢咗，就算俾佢赢咗，佢喺 Viu TV 佢做唔到佢想做嘅嘢嘅，一定。到最后都系做主持嘅。佢会拍剧咯。做三年四僆仔咯。同阿岑嘉琪一样，啊岑嘉琪做咗五年中学生啦，吓咁样啊，我觉得佢一样咯，会系啊唔好留喺度啦。如果有机会输咗唔紧要咯，我觉得如果对我觉得对 Taco 嚟讲，都系啊，系啊，你应该要揾一班比依家你依喺呢个比赛入边更加志同道合嘅人去发围啦。应该话系啊，又话你要做 hip hop 就系要咁咯，你喺电视台你做乜 hip hop 都嘥啦。啊，咁啊系啊，咁啊系，系啊，即我都听到陈明谦，即系嗰个其中一个评判啦，佢有强调就系话，喂嚟紧 hip hop 系一个潮流啦，咁我觉得变得到潮流嘅就唔系 hip hop 啦。系，同埋佢呢个谂法系好奇怪一件事。系啊，佢呢个讲法我都觉得有啲隐意嘅，即系你话 hip hop 咁，如果你纯粹只系一个潮流咁，咁究竟呢个仲系唔系 hip hop 咧？所以同埋佢有佢呢啲谂法咧，所以有好多歌突然间都无厘头鸠咁样加段 rap 落去咯。我觉得但系呢一种咧，我又觉得因为呢个系一个叫做元素啊嘛。唔系，首先咧，佢觉得 hip hop 将来系一个潮流，将会系一个潮流。嚟紧啦，佢话嚟紧系一个潮流。如果你真系要用潮流嚟讲，个 hip hop 呢样嘢潮咗廿年噶啦喎。其实系噶，如果你讲你如果你用潮流嘅嚟讲，你谂下当年杜汶泽，你谂下你 hip hop 嗰条今年粗捻到屌你，你睇当年嘅陈小春。系啊，如果真系玩 hip hop 嘅人咧，去听到啊陈永新啊，系嘛？陈明谦啊，陈明谦嘅呢番说话咧，应该嬲到仆街。唔系佢个呢个陈明谦佢嗰个谂法就系 hip hop 就系得 rap 啫嘛，但系 rap 啊嘛，大佬系啊系啊系啦系啦，你可以话 rap 会可以成为到一个潮流，但系首先 rap 同 hip hop 唔系单单嘅等号啦。其实都已经奇怪啦 ，rap 系一个潮流，即系同你讲，即系佢同你讲，你唱到呢系一个潮流咁样啦，都一样。震音就一个老土啦，真假音咧，假音都系潮流啦、啊。我见咁耐以嚟。你讲头先嗰啲即系嗰啲咩嗰啲即系陈明即系陈永谦即系而家呢啲咁嘅评判咧，都几戆居。我有一集睇到迪尔达评论个舞，第一样同我哋一样啊，都同我哋唔识睇跳舞嘅一样。哎，佢哋跳得好齐，我顶啊！你作为一个识跳舞嘅人，你唔系咁样讲噶嘛？呢啲都系 comment 嚟嘅咩？屌你！我哋唔识睇跳舞就话啫。迪尔达就算啦，我唔 comment 啦。啊，咁啊，呢、okay. 个时候好啦，啊，好歌推介时间。喂，我真系觉得呢类型嘅歌真系好啱 Jeremy 唱，好好听呢首歌都系。系有少少阿波罗嘅风格嘅呢一首歌系。即系嗰种风格。我又未至于觉得好好听。系咪啊？系啊，我又未知，我即系我头先就听过啦。好听啊！我又未至于觉得好好听，不过就都几好睇啊！呢个 M V 系啊，呢个系同埋另外就系呢个 M V 都拍得好啦。呢个 M V 台湾拍嘅吓 ，M V 因为当我睇到未，原来喺台湾拍，我有少少唔高兴嘅。其实点解咧？做咩啫？香港拍唔到咩？
咁喺度做安静。嗱，我明嘅，我明嘅，即系你可以有啲唔同嘅合作，同啲唔同嘅地方嘅人，亦都有助踏进嗰个市场嘅。啊，我觉得啊，咁但系就呢个女仔都几靓，台湾妹嚟，台湾妹嚟嘅，小工啊叫做。啊！佢嘅身份亦都系一个画家。哦、咁你系啊，一嗱，比如好似头先呢个咁样咧，我以为系孔凤洲嚟噶。我都似九龙湾呢样。唔系，我开第一次睇我，咦，孔凤洲嚟嘅，但系我就系再睇多镜之后，唔系孔凤洲嚟嘅。边度嚟？我睇到后面 credit， 我先至知原来呢啲系台湾公司嚟嘅，系台湾公司制作嘅。啊！因为其实你话呢种嘅歌系好真系好香港南曲啊嘛，呢啲歌都系啊，都系啊，所以我觉得唔系十分好听咯。点捻样啊？因为好 typical 香港流啊！你做咩针对香港流曲啫？啊，我个你有听节目就知，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听香港流曲噶咯。啊，香港流曲得罪你啊？咁好听好听，好啦好啦好啦，黐线嘅真系。另外嗱，其实我中意佢呢条桥嘅，唔系得啦，唔俾你讲啊！我中意呢条桥嘅，佢又话佢送咗只表俾个女主角。咁就玩咗呢一个反光咁样吓，咁、就应该就系、是、唔知系结果系佢条女分咗手，定系讲条女轻咗，定系点样？哇，几靓条妈妈，其实都靓啊，都靓啊，呢个靓啊，系啊，系啊，其实个轮廓好靓啊。其实如果你话好听，其实阿波罗真系好听啲嘅，都仲系。咁啊，阿波罗个新鲜感大好多嘅，系阿波罗真系仲系好听啲。我好中意佢临尾佢呢一个咯。啊，佢临尾坐咗喺呢一个曾经相处嘅地方，又有个反表面反光，佢就即刻起动身啦，咁样哇，我觉得呢一个几好。同埋 Jeremy 着 Jeremy 着皮褛好有型啊！你而家做咗 Unified 系啊，如果到时我买到佢演唱会飞，我真会，我都试下买佢，我都会想睇。相比起阿姜涛啊、Anson Low 佢哋，咁如果你想睇阿 Jeremy， 如果你讲有三，即系呢三个拣嘅，咁梗系睇 Jeremy 啦。系咪啊？系咪？梗系啦。但我老婆一定会要我揀 Anson Low 啦，条 Anson Low，Anson Low 跳墙啊，跳墙，跳墙。佢表演嘅项目系跳墙，跳墙系好笑。佢表演嘅项目系唱歌，唱歌。